到了，它的外表就看得出很像很破烂、很旧这样的仓库，所以我非常期待进去看一下。我看它的外面，它有写着一些华语字，是地热五十、电脑九龙、乘二三五合，应该对吧？我的华语应该是还不错。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适合成年人来的楼层，因为这里有种赌场的感觉，哈哈，你们看像吗？另外，你们看看这里还有小型的马场耶，感觉还不错吧？嗯，这是四楼，也是最后一层楼了。这层楼的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，就是比较像是休闲场所的地方，就是跟设备比较安静。这里正是一个不错的休闲娱乐场所，过了18的你来到日本真的可以进来体验体验哦。我刚才看到调酒的方式非常特别，就是他们会调酒让它流出来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思，就像透过开心让够有多一点酒。开始了，煮了。Five again. 4, 3, 4,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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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就是要分来吃一下。你看我这么有力气，知道吗？餐点的多么嫩。所以在吃之前就要点一些饭团。哇，好吃！哇，吃饱饱了，终于有力气往下一个地方前进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是人气居高不下的机器人餐厅啦。是什么？你可以说说要看的。加块钱不够吧？同时，这里也是东京最大的纸醉金迷之地，吸引很多外国游客前来观赏。
Hey guys, 我是 Chasee。 如果你们喜欢看我 YouTube video 的话，请记得可以 like 还有 subscribe， 还有最重要就是要分享给你朋友看哦。Hey guys, 我是 Chasee。 如果你们喜欢看我 YouTube video 的话，请记得可以 like 还有 subscribe， 还有最重要就是要分享给你朋友看哦。